安置电料学堂。东元电子保护电艺支嵌上保护以及逆向保护功能介绍。线上保护为嵌上发生期间，马达绕阻电流可能会增加到150%或更多。当马达电流增加时，马达绕阻温度会增加，并可能会破坏绕阻的绝缘。逆向保护为当逆向发生时，马达运转方向错误，有些使用场合可能会造成危险，此时可设定此逆向保护功能。 EOCR 要能立即跳脱保护。相反的，若有些场合需要马达正逆转时，此功能则必须关掉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影片的第一手资讯。